这里就是我们的营销部门、营业务、市场、产品项目部门成员组成。除了在总部的，我们还有在外各地的大区域营销人员。在前面是我们的行政部门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同事跟您交流吧。大家前往会议室这边走。今天很荣幸为大家服务，期待再次光临爱你机器人。